Boy, did you pick the wrong fucking house? Officers, they just asked me to drive him here. Wait, officers, but you're sure gonna wish we were. 为何一伙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会出现在平平无奇的小区出租房内？是因为近期出现一伙恐怖分子，预想要针对美国制造本土恐怖袭击。然而 ，CI 霍之情报后，当即派出一支秘密快反部队，并且为了确保任务顺利，甚至临时调派了正在周边执行任务的三角洲部队。不过美军想要顺藤摸瓜，将幕后势力揪出，因此此次的任务需要活捉高价值目标，并非击杀。但很快他们发现事情远没那么简单，提前布置好的监控发现，武装分子携带了大量枪支，一旦行动开始，必将会引发冲突。更糟糕的是，敌人似乎随身携带有自爆背心，想要活捉目标根本没有可能。于是士兵暂时歇脚在一处出租屋内等待上级决定，同时实时监控着敌人的一举一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动静，全员迅速戒备。原来， 只是一群无业的小伙子无意间闯入，看到他们穷困的样子，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像小编一样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养活自己。然而得知事情的缘由，士兵们对此也没有过多追究。但很快 ，CI 传来最新消息，军方碍于此次行动的危险系数，直接下令对目标斩首不留活口。因此，很快行动开始。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小队安全来到恐怖分子门前。他们先是切断敌人闭路监控，随后输入大门密码，一场悄无声息的猎杀即将上演。 Watch, you're up to House of Secure when they had activated IED football.